同一个技法里面呢，跟本来就是你会的，你要拿刀子拿什么都一样，拿长一点、短一点都一样，你会做的就是这样。他说有刀子有拿这样子，又拿这样子，你看，啊、哦，而且他刚刚讲的是拿这样子的话，希望他不能做，啊、哦，来反过来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叫什么？他转身了，那闪开弓箭剑摸下。啊，你这只手一抓，它这个手肯定就变大。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样抓，肯定就变大。这时候怎么做啊？所以说，我们才有那么多技，这几种技巧，就是说，我们才不是刻意做哪一种动作。对方怎么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做？最正确、最安全、正确啊！比如说，一样是四方摔，摸过来，你不能这样抓，怎么做？啊，我还继续这样做，还是继续嘛，对不对？再来抓。这就不一样，哦，那个手法会有差，因为他那个样子你去做，他有可能会怎么样？就做我们最有效的方法，再来，这样一拨，拨出去了，同样再做一个反手抓，那这样就这样，这个规律就是方向，他刀子拿上你看，就是规律应该做什么？要做上身也可以，要做上身，反手上身。可以啊，我们有这种功，对吧？恢复，它就打开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二教手，手法一定要做正确，该抓哪一抓哪，才绝对有效。要不然你肯定，当然你要用的时候你乱抓，你有，你马上被确实到。所以为什么说该抓哪一定要抓准，有道理。因为我们一脱下，对吧？所以就一定要。还是要做这样的，那正确的一点，像你学过的都可以用，是不是都可以用？可以的。啊，入身摔一样，我也做过入身摔，那不过去的事。入身摔，对吧？那不是新的，都是我们做过的，可以用。就是你把那个动作做熟了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都可以用？啊，三下都可以用。你看，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三下，有没有人帮忙？有没有？好，那如果我们练这个，人家练动作是不一样。所以你把动作打动正确，是吧？是让大家来动作，这个时候，他要换另外一种，拿，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来，拿过来，切，一种，你看切单板这样子，可以多。有没有这样就很好做，反过来就是要这样做，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练习基本动作啊，哎，这样子啊，就是有基本动作啊，展开弓一点，我们连在这里。他讲，意思说到时候会了，你看他砍我，是不是？他砍我，砍对。那弓你这样砍，有没有用？不要刻意用。那下面这样用力，这样规律不一样，反而危险，是吧？不要用力啊！拿奖，他到我打，然后再手脚的伸，是不是那个四十万块空中一定要双脚的跟那个手脚换的？注意他那手脚的这种，明白没？收脚，明白？收脚同时手回到，然后摇，这个意思呢？转身呢，闪过去了，换一个重心前会知道是什么样，再。连起来是这样，你看，啊，再来，你看，直接是这样挂过来，停到这里，不是，这样子就很好抓了，一半，然后就可以这样。四方抓，这是练好的动作，好，所以一定要连他打我们来，转身，这练习转身，转身挑战，啊，看转身，他打我打，你看。会的就是要这样的，连起来，马上就做，是吧？一只有一而已。会的话就来，不会不熟，一、二、三，把它分开，分清楚，做习惯了把它连起来。会的话就连起来，会的话就是这个规则，这样子打啊，这样子啊。